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来延吉第三天了，还是老规矩，逛吃之旅。昨天有网友给我推荐了，老鲜了，我这挨个吃，我感觉我回不去家了。住这地方真好啊，我搜了一下子，那就是帽儿山，然后前边是河，那边应该是飞机场，这边是火车站。大概位置方向应该不会错，这地方挺繁华，啤酒屋一个没去上呢还。延吉真冷啊，这该说不说的，13度穿短袖，满大街上也就我一个，觉得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也太凉快点了。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我家那块儿现在是19度，这块儿13度，差了足足有6度。这就是延吉的街景啊，这就是市中心，咱们这就是市中心，应该是连锁或者加盟呗，咱四平就河坝吗？应该是，然后上回不跟张老四吃一顿吗？这小串儿，这自动的电的，这个就比较高级一点了。也是那啥串儿，都是都黄牛肉嗯，烤串专门店。这都这么大的店。哎呦我这大店，哎呦我的天呐！这地方，到处都是。哎，看这人这小环境，这是喝咖啡的地方。我的妈呀，高级呀！这应该是学跳舞的地方哈。然后这块儿还有个小早市儿，买点水果呗。路过小早市了，哎呦，这大白菜都上市了哈，这是应该是个超市啊。哎，他们这块大梨挺出名，是不是？买两个吧，回来万一不路过呢？解渴啊！他们这块好像是苹果梨，你知道不？就咱们吃那冻秋梨，应该都是他们这块的。你看，都卖这种。媳妇儿，我不想走了。你看这块是饭店一条街，那能不能在这找个媳妇啥的？真的，你看看这块是饭店一条街，吃啥都有，看着没？你这块儿除了饭店，我看家家真的干啥的都开饭店。嗯呐，全是开饭店的。我看在这儿也不用在家吃了，在家吃啥呀？你就天天上饭店就完事儿了。那有可能人家这块人都吃够了。对。那块儿招刷碗的，1月4700，就是干了得了。哎，这块儿汤饭、肘子、猪手，这块儿吃饭的地方，全都是。你就这一条街，都是吃饭地方。这是网友推荐的，走吧。三店旗舰店吗？还有大窑呢。主要和平川，就靠窗户那儿啊。行。羊排串儿。松板肉，小牛心，金皮锅，金皮锅一个，大腰边一个，羊泡串两个，松板肉两个，小牛心两个，金钱骨两个，上海牛排串两个，小腰子两个，肥肠两个，原味牛肉串两个，鸡爪两个，干豆角香菜两个，小鲍鱼半份，生菜一盘，九豆三个，常温的哈。哎呦我这口速太厉害了。哎，你看你咋买点这么小的？这个应该是果木炭吧，看着没，辣椒片的，知道不？粗啊，不是那个辣椒面的。辣吗？很辣吗？不知道啊，没吃呢。好好好。这大油边的话是刷这个料的啊。啊啊，好。我要不能刷料啊。好。只刷油边，不刷别的啊。这边金钱骨、松板肉，这边小牛心。好。这边。来来。说哪个刷哪个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就油边刷那酱。你开始烤上了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啤酒锅，这里头咱们点的是啥？筋头巴脑啊，筋头巴脑锅，金皮锅，然后这是萝卜，辣椒圈，小料特别有特色，粗辣椒片的，看着没？细辣椒面的，还有辣酱，然后点个生菜包，主要是这个苏子叶，卷着苏子叶吃啊，小串得翻得了啊，来整一口。饭没好的着急整，吃点萝卜吧。我的天，他又背大呀！慢点，过来。
他这杯真大呀、啊！来吃，给给，吃吃吃吃，这都滋滋冒油了。你吃那个。为啥我吃这个？这个糊了。这边我这还没咋地，确定熟了。你吃吧。你先尝尝。那你说这块他们家家都是这个，嗯，要看谁家好不好吃，那就得取决于肉了，那都是这调料，都是这炉子，这取决于自己烤的技术了，哎呀，这辣椒片真香啊，看人家干豆腐，老宽了，你干豆腐呀，快捞这个吧，咱点的是啥？金皮锅，都是金皮子呗，就是。对。我觉得这玩意儿适合蘸点酱，我尝尝。蘸酱吃是吧？这干豆腐上面厚的，蘸点干料尝尝。这都是些亮的，尝尝大萝卜呀。组织不一样。好。我说这辣椒，既有锅媳妇，这技术你得学一学。你说你得学学。我能学会。来，在这儿给我挤点辣椒。这叫棒棒鱼，还热乎呢。手撕一下子，哇塞，烫手呢，哇，烤的挺热啊，哇，我不告诉你蘸这个酱吗？不知道这是什么酱，哇，这酱里有芥末，是吗？就是酱里，好吃呗，那意思？特别特别好吃，这个我喜欢，有芥末的味道。这鱼太好吃了，这就一绝。来口啤酒喝。看人家这干豆腐，这干豆腐有特点啊，像压的花上面。你看看，就这种，这种干豆腐特别有食欲。蘸酱，热呀！那你这正儿八经的，你摘小心点。哇！太棒了，跟就。大金皮子，真肥呀，这块。蘸点酱，哇，真黑！哎呦，属实是辣。你这萝卜给的太对了。我来块萝卜条，跟你学，呵呵，这玩意儿挺好啊。我膻味吗？有没有点？大哥，这是牛筋。那咋牛筋？不是羊筋，一点膻味没有。他俩应该行了吧？没行。行了。这块边。搁什么上面？刚好上那正好吃，太开心了！这种小环境啊，啊，吃啥都行。我看你遇着好吃的你就开心。媳妇儿，你真没尝这鱼啊？快吃啊！这鱼你吃这个热乎呢，指定的，烤出老半天它都热乎。这玩意儿，哎呀妈！
老好了。哎呀，都说人家这酱带芥末的呀，你这老好了。这是。嗯。多蘸点，一点都不辣。调了，这都滋滋冒油了，还犹豫啥呢？这玩意儿就这么的。我买小料，一定要裹得满满的，辣蒙的，纯正的辣椒片啊，裹得满满的，够了。哎呀，臭不臭？慢牛，真解馋，八嘎解腻。哇，太行了！哎，我这玩意儿真香，这玩意儿。哇，人这小料，搁咱们家那买不着。那是。别看就普普通通的孜然芝麻辣椒片儿，就人家辣椒真是滋味啊！太香了！上延吉怎么能放过这个火辣大鸡爪子？这是烤的，估计是火辣大鸡爪子，又加一下热啊。看他们辣哭就得了。咸辣，咸辣，咸辣。不是很辣。这个羊腰子，你问，你也不吃啊？那你点不就给你自个儿点的？这玩意儿本揪的，老好吃了。山。嗯。一点不膻啊，是那个味儿。花多少钱，媳妇儿？196。吃咋样？挺好，挺合理。哎，190多块钱，我的妈！我跟张老四，我俩就在四平吃那河坝小串，也是他们延吉的，我俩花了400多。哎，咱们俩合计多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也太行了，价位真够用啊，吃老饱老饱的了。走，溜达溜达。不是，人家这地方好像是对辣椒，真是。你这辣椒这么薄一皮呢？晒的吗？这地方都有辣椒啊。哎，从这过去就是河。哎，找斑马线过去，这儿呢，斑马线。水面是不是挺宽？嗯。我那年来，就在那个位置。那个桥那个位置，水面真宽呐。哎，然后这边是这个桥，山布尔哈通河。哎。这我记住这名了，打个卡，然后就回去了。走，吃饱喝足，又是美好的一天呢。